怎么了，马大？怎么不开心啊？我都四岁都没有舅妈，怎么就小胖两岁就有舅妈了？说着就能找，那不得慢慢来吗？你28了，徐子二29，马上就有30的人了。45都要退休了，人家今天可退休了，还没结婚生孩子呀？哎呦我的妈！来，吃饱了。哎呀，娜娜，我手机忘拿了。要不这样吧，今天你先请我，下次我一定请你。没关系的，我早就给你带了。你怎么还有这手？有人，没电了，那玉涵接不了账。我给你带了。让我付钱，你想得美。他就是那四个，离了我，你还怎么活呀？老板，结账。这叫你要吃吗？想吃什么？一会儿回来给你带。我想一个舅妈，你有吗？说实际的。我想要一个奥特曼和巧克力。人不能谈谈心，哪有鱼和熊掌兼得的？只能选一样。那你怎么兼顾丑和穷的？我赌他第一口肯定是给我的。我喜欢这样看着你，随便你带我到哪里，你的脸慢慢贴近，明天也慢慢清晰。哎，舅舅，你怎么戴了个墨镜啊？哎，别提了，这两天没睡好，黑眼圈挺重的，一会儿出门戴个眼镜正好遮遮丑。你戴个头盔呀？嘿，都说外甥肥舅，外甥肥舅，那我丑你不也丑了吗？你是什么龙虾的舅舅？真是不想理你。